baby, don't forget that you're so beautiful. You don't think you are because what you've been through. So now you drown in liquor party every night. I know that broken hearts for you feels usual. I know that you're scared of falling in love with someone else. I need you to understand. I need you, can't you tell? I need you to know.什么？
哇，不得了，快，他好像要叫我打球了，哇哦，你看这样就是不行的，我告诉你要怎么样，好会，好会，好有压力哦，这样才行。哦，你已经护肤了吗？那你的乳嘞？为什么要乳？抹拉多？不直接就上了吗？就化了。直接你不用乳吗？你这是什么隔离妆？水乳啊？为什么要水乳？啊？我上我的护肤了。文化冲击。难道你是化妆前才护肤？对啊，我是起床就护了。哦，你是这样子算的？对啊。来吧，这是隔离。不像。啊。我倒是不算隔离。你这个好难推开哦。是啊，所以严重影响不推荐速度，不推荐。Fit me, fit you。这是几号色？1、2号色。但是它容易1、2，但它容易氧化，所以也不怎么推荐。X 型，再来一点。果然好卖。会吗？这个果然不会啊，这个。但它很小。不，我想让你定一点。我要模仿那种像深夜徐老师里面那种大师给大家讲解。我们在进行这个粉底液上妆的过程中呢，就是化妆师都会有小技巧，就是先下去再一拉，就是这种手法会让这个底妆呢更加服帖。感受到了，有被贴到。嗯，好。一个韩国品牌。一个韩国在哪里买的？没听说过。这个是我一个朋友推荐我的。可以了，差不多可以了，又不是打广告。又没有赞助。其实我觉得这个怎么说没有什么感觉，就是补妆用嘛。有哑光吗？说有倒有，说没有倒也没有。 Make up forever。 Make up forever。 哦，我看有些，但是我觉得纪梵希很好用。你用过吗？没用过。我用过纪梵希，我基本上不想用别的，但这个我还是想买的。憋气，不要。不错，真的很好用。我感觉一堆粉的，很细腻，一秒柔焦。多少钱？你憋气行不行？憋气，我都是憋气的。好，3、2、1。为什么我跟人一憋？眉毛，我们用的是 MINISO 的眉笔，是我安利给你的。对，棕色02号色。这一篇第一个给别人化妆的视频是吧？不是，
哦，你很明显没有看过以前那个。完蛋了，暴露了。你跟小黄瓜，你自己想。他去同学家玩。完蛋了，陈可辛。完蛋了，第一次给我化妆。完蛋了，你这话也说得出来，黑化多少次？我说拍下来的时候。哦，真粗。哦，真粗。给上个染眉膏。这个是那个麦秀雷做的吗？我们小学的时候用的。应该不是吧？就是麦秀雷做的。是吗？对啊。蜂蜜唇膏。是的。我有紫色的单色，一朵的，不油，就用我的吧。不是先鼻影吗？搞什么？搞什么？嗯，我都是先眼影的。先鼻影，快来快来，你的视频你做什么？快来鼻影吗？嗯，这是一个小众，叫什么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也是人家推荐给我的。眼影我买了两个，一个是这个藕色的，一个是个紫色的，用这个来打底。Come on。你要画成紫光液那种感觉。来，紫光液，不要了。我的冰棒，我的冰棒，这不要。阿拉格拉君，你是今天想打到手指可以，可以。我觉得这样就够了。哈基玛，还没开始呢。来来来。真的是不要拍，我画的特别妆，一点都不妆。I'm the lion， sorry， 忍不住，忍不住了，太洗脑了。闪亮的灯球，我用这个嘴吹吗？吹，直接随便吹，我干什么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他隔着口罩。吹啥？他这里，你看，快吹！然后他隔着口罩，快点吹！你要去哪？我真是无语。哇，你没有给我遮瑕？不需要。这有自信？对啊，不需要遮瑕。这哪里需要遮瑕？这完美的皮肤。你真的经不起夸呢，经不起夸。快点让我试一试，我已经跃跃欲试。跃什么试？快点吧。我也讲你的，我怎么有点害怕？我已经，等一下，我已经好久没有人给我夹过睫毛了。哎呀，慢的。你慢，你慢一点，你慢慢点。我快夹过去。我要戳进去。我们在给我的眼睛不夹动刀，因为这要戳眼睛才能夹到呀，就是往眼球里面一戳，这样才能夹，不是吗？这样才能夹得起。好可怕啊！应该往下耷拉一点。对，我现在画眼线了，安静。你要不要先手上试一试？留下下狗一样。自闭，好说好说，怀疑你的内涵我。干嘛呀？画了。我才反应过来，他在内涵我。安静安静，待会给你画飞出去，笔都没水了。直接拉到鼻，拉到鼻毛。你看他会翻。哎，这是什么人间疾苦？就所以要像我一样最后涂睫毛才行，最后不然就是姚哥说要加个眼线，然后加了就垮了，都怪姚哥。对对对，姚哥自闭了，对对逃走。他这样看是好的，但是你一放下来，嗯，等一下，你看这样，我刚刚就是这样画的，你刚刚就这样给我画的，嗯。让他自己来，让他自己来。好难哦！知道那双他也是有多难吗？知道了。来，在上面改。在上面改。你是不是揪我的耳朵？
人本来就是不对称的，我们要学会接受。为什么有条纹呢？你自己笑出来了，你法令纹，你自己看。啊救命啊！哎，你有没有海绵啊？救命啊，菲妹，千万不要用！救命！还剩吗？行了，别再熏了，再熏吃醉酒了，直接。就是今天概念就是微醺妆。我怎么？哇，好可爱哦，小麋鹿。就是维他命 C， 维他命 C， 就稍微会有点干，但是我想看看你涂什么。是什么牌子？好了好了，好的好的。我的善良路。对，你看这个颜色真的超嫩，因为我是深唇，我涂这个。爱呢爱呢。哇，姚哥你看，姚哥睡着了。你看这个颜色，这个超好看，这涂一层吧，我觉得再涂深的。Love.